你无去
对你很好的人。虽然讲后生讲上课拍电话，但是拍电话都有情况。咱过去时，而且我讲经历过，缺乏训练啊，这有缺乏训练。咱有今仔日不一样，有今仔日有长有明天，一定有这些人，有这些人。所以好人家讲，用比前世的真心心加心，用温柔这个真心做东西。咱要想要看前世人，做安怎，要看伊即世做啥，多少心。啊，你若要看伊后世人，哦，好，大概用即世去做。啊，咱两种该对伊好，一定爱对伊好。哦，情况发生你没有时间，先讲大头的事情，你完全没有。大头你要退休了，咱来用咱家己学习，未使搁有迄个主人家头，因为咱讲子孙就有子孙嘛，是不是安尼？伊家己有咧经验，咱来好好把握咱即嘛。最后，这个是在开天的地，为了个目的，我来拍。所以咱就爱有班，一定爱合作，爱把握啦。啊，未来这世界是经过人，是咱改变的。我下边讲起阵吼，也可以把咱做变。起码人民听闻，因为我这个做变是大把啦。啊，对啦，另外了，起码弄下规律好过尔，但是有办法，咱财务吧，因为咱这边不会双休嘛。咱若无财务，咱就体会就是真难过。啊，听你讲吼，听讲是你讲吼，就无啥迄我拢听过。但是咱若有体吼，咱体会，咱讲听会过，其他听过，咱有咧注意，有咧小心嘛。啊，不然大家拢是注意过，咱来注意好过。所以咱一定吼，一定要来开解个定义。所以咱好，下面如果唔茫吼，管物件啦，拄着好个讲，哦，阿爸，你来你心就出来，我来开比较安好。哦，为人个咧是安管理，但是咱有咧听到滴，咱就在管理个。知影这是咱过去是多做个这个因，咱起码多点个这个果，咱来去加修修。爱遐个，金遐个表面个，我你即马即世赚着了即银华富贵，我伊赚着了全世界，你嘛是即迄个世间就是世间了嘛，啊世间人物赚着了，干啥？你自己靠开发者，无开发者，大家老死人开发拢无听。都无啥物开，哦，但是呢，咱一定吼爱开方便钱啊。因咱银行百余元挂袂上呀，你若太上呢，可以主动点干哦，也不袂上。你像，你若是偶尔点干呢，吼，太上呢，可能天然也不袂上，但是，这个点点不一样。但是你爱开个方便钱，哦，因为你先拍电话时间过长，你好不方便。你要吃到你百元钱那种，你爱趁一百块，你就另较难赚啦。哦，我只讲来讲说，你一日在当超市是看到袂，哦，而且呢，但是呢，人讲天顶有迄个无方便的事啦，咱就爱做一寡方便，另难过。哦，而且呢，所以讲哦，咱在世间是怎？讲时间快，六仙化身啊！天，你来当六仙化身，得到显示哦啊！天公一定把你保佑哦。那讲仙有上报，恶因恶果，有时无果，只是是因缘的。今天这些老师来讲，但系我哦，哎呀，你这做饭，但是呢？一个贵的很，很有这个特，很有特。啊，我安尼吼，啊，就讲有滴故事，有滴做好事，但是我来，我就去办。
咱就是讲吼，因为迄咱过去是讲迄个音乐的音格，咱是大概是大家简单大家关系哦。按这个来说，好的就是讲保持一定比较好。所以台湾人比较讲大家发展，大家分，你有得这样子，你无得。所以你讲要留在后面听孙嘛，一定不会当的。唯一不是爱留，变无咱的孙子。但我做变一定的孙嘛，因为这些有连接，家庭的关系的东西，好安全的。三年同时嫁出，三年同时嫁出，小孩子出世来，出世挂号的。这个好显得在我们当中因为就咱农产贵的金额还前面方面是买的比较快，但是呢，不是的，因为贵的都是单款独收，这个收款就这个多，收的来作债，一直来作债，因为这个收款呢，这个多呢，单款独收嘛，你想那个人做去拜我各位因为。你不要当司马光，微牛做都不会一个。但是你我做那个收入是千万，当然做这个也千万，因为这个宣传不大，所以贵人都不团两面之算，两个人在四年间不团两面的人就是三个人，对这个宣传的结果。所以收到的作者，这个不对，咱就是讲贵人安安定。这阵哦，历史有看到嘞，因为过年都是时间嘛，所以咱拢也要收来。咱今天请咱一家亲戚来家参观，大家咱光顾一下。咱唔收看咱，而且哦，唔是讲哦，咱来咧收的是，咱只要好好收，咱就是会收，咱就是对个还有信心。所以啊，你拄好建立这个平时来建立，因为出现这方面，想说一旦出现事，一定现在就是来好好保守，爱把握这条这个机会。啊，有来，啊，这在上班，啊，年年有，咱一定爱持续不断，爱坚持来坚持。你若今天来台北认识嘛，是直接过来，感谢啊！但是你到来这想讲个口罩。这就是第一趴。后来第二趴，老来才知影，世间有变化，有病有衰，病是啊，老来太可怕。人生七十才开始，心头也好，关心就爱看好好，叫。老人家爱心命，因为呢，把咧家庭内讲起有一段话，就已经经过了人生这个岁月，啊，一切苦楚无常，唔好了咧，讲咧这世间事个很多嘛，已经为是跟咱面对个问题，有时候我个对面袂来，但是呢，为影子，当咱结婚了，后咱就。这个家庭在负责，要请了这个囝嘛，就是爱看。囝请了后，就来做献身，并且阿无变啊，因咱是弟兄兄，咱是在家亲，咱是咱一家圆满。迄个是咱的功课，你若讲哦，献献献身是用献咱的功课，咱是用这个家庭。爱家还我，啊，老太太讲话，因为这两个，即卖村里嘿吼，那些关村的吼，当村里的大公伯啊，分到怪村啊，现在人拢村里往后面村，啊，大家本来是做老家拢挂做伙啊，但是即卖挂完了，啊，去往后面村拢关村里啊，啊，煞人煞变孤单了。像较早，我都无感觉，即嘛我感觉，所以要人买嘛，买厝嘛，
啊，做面顶做红的来搬出来，啊，搬出来搬出来，哦，干啥？你那拢去外口买钱，啊嘞，一件哦，你也是大牌的嘛，咱一件大牌，哦，老了趁快做趁下来，哦，你那都不带准备仓库的哦，你不要买，直接贵，哦，干啥？啊，咱一直爱来修，爱来行，爱来做，哦，你咱搬进哦。现在吼，规划了有啥？有摄影教育，哦，嘛都有培训的班，哦，咱这个还有什么？因为咱专业是卫生，一系列的教育，哦，摄影教育咱得往上提升。第二是对医生的教育，咱这个还好啦，咱这些人在漳州那边还好，咱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关在。学而后知不足，你有去学，你才你这样来你就教，你来教，啊，而且呢，阿姨先知道，下来先，啊，先搞一下，然后啊，人生七，他在台湾人生七十有来世，他在是没有活到七十来世，到最后来说要问他不好听的，你那个客户的利益切克。人生七十五，你得行到七十五才接的，等于你起码吼，变不同啊，保险种种作业，大家吼，拢大家对到上。所以，至今啊，我们人生七十五开始，上华十八岁，差不多打开始嘛。今天，今天啊，我们今天来办公室啊，当然他变，咱人工变很知道，咱来讲一寡吼，以前人工。看起来，咱无开，看，看，看无开，绝对无人开啊！哦，因为咱收学费吼，大家拢去看物件，勤俭为节为根，哦，做咱是讲，大家拢迄个强调，毋是像即卖写个，一年无困苦着，干那个吼，啊，开得钱就够嘛，就是年纪靠袂着，拢开会着，哦，啊，你有强就是靠过着。爱心头就爱聊天，感情爱看哦，你到这面来啊，哦，福报免追求啊，咱就来改变的，因为来参会当中，咱就来记嘛，伊来讲什么讲，咱大人来讲个笑话，但是呢，咱哦，咱啊，主人咱啊欢喜生，主人来教。起码非常大啦，咱大部分人啊，咱够欢喜，咱够欢喜的。哦，那只我看卖大人伊用买是阿尾子，哦，那阿尾子真正足厉害，伊阿尾，吼吼吼，阿尾足厉害哦，差不多农民过来啦，伊真正足用心，但是咱一年只，但是咱真正唔怕大啦。因为对道都无了解，无认识，啊，唔知要怎讲。反正咱唔免工作在道边，人伊讲啊，这拜拜做好，啊，讲安尼啊，因为咱伊敢讲，啊，咱唔敢讲。哦，咱若敢讲，有机会。黄德之前讲，有头来就有机会。哦，有头来就有机会，只要求你啊，当天。天然鱼料等于等一百粒，上个礼拜用一粒。你讲做下来没啦？干啥呢？但是你求得难等于，你敢求啊？你可能不可能嘛？干啥呢？哦，阿个是来讲哦，哦，因为古阿当时讲，多只人为大好的方便，上天做来结婚，阿斗，这是不满意。啊，只要咱敢讲、敢坚持，啊，就有机会。今日咱们冬天里面就要大话讲，因为伊讲今天爬大东山，伊讲吼，咱下来啊吼，抓一根草叶吼，今日迄个说爬山下来遐吼，套条环节来帮忙，咱有分钱咯，吼，敢讲。
啊，咱都唔是，咱若有厝边头，厝边头吼，话咱就遐就唔敢，因为对做无了咩啊，啊人讲伊都唔知咩来，咱个歹势，咱去学就害去个对啦。像华姐嘛吼，对个啦，我都个，我来日本个，三月来吼，我拢来接。啊，咱迄个活动要到咧拜拜拜，你来拜拜遐好，伊都嘛讲好。但是啊，我家己还少的时阵，讲啊，我无去。哦，像迄个做人民公仆来遮咧收的，我嘛也遮来。华叶良多做起个家务，嘛大家讲后面遮个呾，另外我就咧拜拜，你还无拜拜遐好，伊嘛讲好。但是我讲伊有迄个有淡薄三万钱咧，两万钱咧，伊讲伊拢无。但是咱有讲，咱就有诶，啊是安尼，啊你无讲。啊，大家人都有款报书，那一定方便。感谢你。所以讲，环境咱来看哦，啊，食老健康爱心，咱年纪大，哪济啊？咱健康爱心，感谢你。啊，无咱这世间有啥物？大家知影咱食老健康好啊，爱心来做啥物？啊，人家爱心，咱有电影还有啥？你若讲下个时阵吼，咱想法拢较浅，啊，拢较用的冲动，啊，即卖年纪话，咱就爱心消失，吼。好，再来第三个，病也听是我有时会爱呀，就讲。英雄上界惊，就是病来无。你若想要勇行运动第一件，心量嘛爱放无花，才会健康多生存。因为这个物件，恁听的时候是在吼，你无去听的人，你就体会啦。你想好吼？迄、那个嘛是真会不难不难管啊，因为我阿袂退位阵哦，啊，我好在上班的时候，啊，要十二点，啊，班到一点啊，我想我就把安尼一点听，我做阵时我还没点起来做，医生进来我吃，这个吃了不好啊，啊，就安尼就不用吃。到伊身啦，伊讲我只个，父母，哦啊，上班上下车了，好好哩，做到尾下班那个十二点啊，那多少我是想讲，下班人蛮多了，饭来吃看嘛，去食了就好。迄请假吼，叫我听在线吼，伊是迄个多年嘛都在上班，在医生那边吼，咱伫遐听到出来，我医生哦。你要听好，你必须哦，那去外面去比比三个人，你先就来了。你遐我咧看，你那边看。哦，我讲，一直搁家己来去，哦，一直去外口坐，家己遐，啊，巴肚遐人要酸啊。啊，是嘛？要讲入面，你若想要讲入面，就遐基准数，你外口基准数有问题，一件难事。哎呦，你还是咧外面，还是咱咱不了解啦。全部都听啊！你啊，无看你来啊看，但是看看咱医生那个厉害呢，看看这个问题不看，这个地方这个情况不看，阿里是几多？哦，而且不光也没，那工业做蛮多，做点别的对吧？毕竟材料哈，这个温泰哦靠，做一点其他事。哦，所以你讲话你做几时讲，你你免看到哦，那把工作就当做做就完了。啊，这个你都要哦，啊，找事情去讨论话题。所以咱听还行哦，你无听着，唔知啦，对一个对，咱体会着啦，啊就安尼，哦，啊有事啊就安尼。如果运用上界听，就是。咱人生，在这世间上天，
伊人讲嘛吼，下一头长，一路爬紧，惊袂长起来看。反正现在世间确实是有影响啦，但讲迄个买咱的业无消，有人叫咱的，但讲业无消，有人叫咱的。啊，毋是食苦，迄个正是好呢，身体健康才是好，才是好呢。哦，所以你若想要养命，运动第一件，咱应该运动。但是呢，咱大家拢有孩子的心啊。我想讲，我即摆身体都健康的，我才有去运动。哦，拢袂去运动，拢干做运动尔。哦，安尼安尼。嗯。拢运动尔，但是即摆我咧做工个，等于来。保持同咱个身体较健康，最主要是心中也爱放下话。啊，是啊，你个心中爱放下去啊，凡事爱看好，但看好你再讲个简单个，但讲事不关己啊，就不当回事。毋是你咧听，你毋知个咧听，人咧听是你体会个啦。当你有听话，人爱讲你有智慧。所以咧，最主要是咱个心中爱放下，放心了。因为咱心很多，袂使有隔夜仇啊。哦，不像观音嘛吼，咱心很多咧听到你个，明仔过，就好啦，就爱放下，袂使明仔再咧讲。心中爱放下，安尼来保持好个心情，安怎？咱咧听闻，你就咧叫你叫咧，哦，爱放下放下，但放下就简单，放下简单，得去做就是做困难。反正人咧艰苦，哦，咱拢艰苦个，但是咱不是笨人，咱体会伊个这个难处个。啊，但讲吼，就是讲咱有咧体会，啊，咧弯弯转，当时讲咱咧弯弯转。自然点，咱就慢慢改，慢慢改变。唔是讲听一届、两届、三届，咱就慢慢听，慢慢改变。哎，有咧改变是咧进步，有咧改变是咧进步。哎，你平常爱有咧进步啊，感谢咱哦。安尼咱食咧，哦，会健康保持，咱就来保持这个好个这个心情。啊，身体嘛健康，因为有健康个身体。咱个心讲了啊，真奇怪，安怎呢？咱即后半段是咧看风景呢，爱你怎个来做呢？爱了完，就比咱有阵时讲爱三思病个呢，在心怕死无畏心，在心会用咱念念，哦，咱就当报心，哦，发心。在心发心的时候，咱会当来耳朵里啊，讲耳里旁边听来，来好听来听来，不是讲有台顶面咧讲咧，咱是发心咧。咱特别亲戚朋友，咱讲哦，咱不但听到真好，咱鼓励咧，你嘛是咧发心咧，咱听咧。啊，无畏心，不但有咧做数了，有咧做名单。咱就来参，迄就是咧替咱做贡献，做咱家己贡献。咱有来做，咱就体会，就是阮囡仔时阵吼，咱也是干苦吼，啊咧食，迄干苦拢是地方嘛，你加了去，靠啊，这干苦太好食，因为你要加着啊，你敢加一千两千尔，你要加着啊，太好食。就好食，你著家己阿个学下者，独自做好食，但是有做起来就无人食，吼，阿公公阿就感觉是阿母会叫阿母来食，吼，阿你爱食，吼爱食就食平，你才会体会。阿你若无买做，无咧做，吼，阿就买体会阿困难，因为像咱即马这老实实在讲，我厝边来做塑料。大家都会出来斗阵，啊，阵呢就是伊个，啊，是安尼，做就是伊个，咱讲讲修讲下，啊，无修无下，个人就个人，
爱唔做，咱只兵所困难，兵若无做，你变一个有困难，你有困难。啊，所以你来做财务，哦，再来培训他。信是人人听，只要免转行，互相下头办官法，善恶来分看。那是现在生死嘛，对事无安心。提醒天书爱知影，了愿正可不容我安。讲着死吼，人人听。是安怎讲着死，大家会听。唔知死在倒，倒要去倒倒一边，讲着死才会听，大家会听。因为你死。有一种东西，你世间所含的金银财宝，你所有的命运都无。哦，所以你世间在做办办代志，都袂当闯关进去。你这件事，做两个点在东西都在做啦。啊，这个福泽我唔记得这个在做啦，万也在做啦，但是死危险啦。看起来，自信的啦，伊无来讲，伊到这个所在啊，要进是一份，哦，啊，去了解一下。可比咱两家买，去国外咧吃。那么吼，家买饭、家饭呀，伊遐有嘴袂晓讲，有口袂晓，你敢会去猫？害人在你去对个做，迄个做。这就是一件惊犯的啊！你到底是唔知啊？紧张啊！啊，是安尼，啊，都有事让人难听啦。啊，死后变怎？难听。但是咱来修行到，咱已经成一条飞天之龙。哦，咱这是一条飞天之龙，咱人对着死，咱人恐怖，因为咱知咱死。包含咱们那个人啊，咱靠什么维护的？我们干啥？互相打打打打，相互打打打。但是呢，大家互相爱心，咱来帮咱帮天做头啊。咱上家是行路帮天，唔行咧，迄个鬼会来走。咱讲来人人生是可爱的，不会走，拢慢慢，如拢慢慢走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社会这段当中，伊有做了些方便啊，各种，这种的物件呢，干啥呢？当我迄个前几天啊吼，去移民的检查时阵，伊讲我肺部有肿起来，听着吼，你是有点点。我已经跟你到家做了这个事了，安全了。但咱人想想啊，咱讲就无当，咱讲无当做呢，只会讲有咧参班，有咧参务，但参务会无咧做，拢以后天为标。后天因为那个这一排无出个是用上班啊，班了礼拜日看来上班，哦，安全了。但是当你检查完了，你会恐怖。爱去检查看看，所以过来叫断层扫描，就看讲你伫个心脏的迄个所在边啊遐有一个洞，搁叫断层扫描，哦，安尼，我想安尼就先迄个做治疗，恁你伫个心脏，恁就是爱去治疗，爱去接受了这个东西。但恁想是讲恁功力无够，干啥？恁你恁若不讲着死的心，恁拢袂想着功力哦。咱拢自己背起咯，安尼咧，因为咱还袂叫互相吹着，大家就是讲哦，我着打几下，他会叫互相吹着，无可能嘛，是不是咧？大家因为讲哦，话个大有方式，但是要互相吹着吼，无一定了，哦，话二三十下就叫互相吹着，但是咱上惊是呐，咱方便做好个，咱上惊是安尼，咱是哦，
啊，所以迄阵吼，华人讲安尼，要检查看卖，因为阮爷啊做现代咧做护士，啊，着去现代做检查。检查呾讲无，你无肿瘤。吼、心情是天天出病，敢是安尼？你当当你有肿瘤，啊无肿瘤，但咱是讲吼，咱拢会为迄个辛苦。咱在世间上宝贵的，咱的身躯，不只，迄个教授讲，咱人认为三代志，会当代天世，代天传化啊，天天变化。咱做的代志，做文化，咱功德无够，啊是安尼。咱唔听讲咱迄个得到这阿个东西，因为是，毕竟是人生的过程啊，有生就是有死啊，啊是安尼，死够有可怕。无可能，只要把咧功德做够安尼，安怎咧？啊，所以吼，检查了讲，哦，安尼四个字。但是咱讲迄个无上天的时阵，咱吼，哦，迄大单了，大家定做正经。但是呢，过一大单了了吼，心一个松懈，一个也会开。哦，安怎咧？当咱来上咧徛咧摆吼，还咧开车时。咱发现着一架车，哦，了拢会足惊喜嘞，哦，蛮开心个，哎，遵守好，但是一个故呢，个袂有一个，所以你爱无相关，咱无论迄无相关，甚至个传言拢无要紧，咱爱做遐代志，咱来做，哦，所以呢，咱要无相关的呢，就是善功来分，看你用这个。一世人诶，你做偌济功，还偌济过，吼，而且功过啊，安尼啊，吼。那是毋知生死对何安排？你若毋知这生死，无来受罪一劫，无做着即条火天之路，你来对伊了何安排？所以咱念佛，咱拢来受罪一劫。求着一条飞天之路，咱也来好好修，好好修。尤其我阿爸讲吼，咱即嘛一个月一回这个课余班吼，这个全班论吼有较低啦。尤其咱即嘛吼，暗时啊九点拢有咧上，连背诵背诵。咱若有手机啊，啊，拢啊吼爱上线。咱我每天咱一直上上啊，怎啊？咱也爱来上经，哦，来参悟、来扶持这个，咱若无主持啊，你会使问恁个祖宗看恁个参悟。啊，你有咧参悟，有咧，大家有咧上认真经，有咧即摆在上咧好经，尤其咱今年十一月二日吼。啊！咱个迄个四月三十、二十周年的这个纪念跟重点的这个证表扬大会，所以大家吼拢爱来肯定，来扶持这个队伍，安尼好唔好？好。哦，大家做袂起，因为背景好，我感觉吼足简单。你只要吼重点大会就好啦，你想到处都做，你到处变这个无袂不易，对不对？你背景问题无问题，只要你用心。话讲啊，我年纪大啦，袂得听。只是你无心，你若要有心，你若讲你无面仔在啊，你今仔再背起吼，会当迄个有面仔在，你会背袂？你就会背啊，干物？因为你用心多无够，啊用心多无够，就差只物。啊，你用来扶持，啊来研究，嘛来增进咱自己啦。我感觉讲吼，咱人。未来参与道中的办事甲办道，而带动咱吼来带动咱的心，带动咱去修嘛。你若无咧参与，你拢干自修尔，啊你无咧办道，你的心自然变好个，较正直。你讲吼，你未来学堂里全部咧看册，不是？读书，你有咧精进你家己，除非就是讲吼。有咧有功夫咧，你袂来尝试，
你会拜教啊，你袂咧来练功，袂来研究，袂使。伊有啊，你讲有来咧看册，是。因为你看到无，我来袂晓艰苦，其实咱一定来学。你有来学，有来研究，你才会知影不足，才会知影道理。你才有法知影你家己了不足，你有法当去学习，啊来鼓励你向前。啊，那无就是讲自己过自己，啊，所以伊会变讲吼，你若未来唔知影生死问题，为是何安啥？因为你未来求道，你得受第一位去，啊，念佛菩萨心，啊，你未来求道一定找着了回天之路，你得来好好修，爱好好好修，爱得来得长路，提起心思爱知影，了完正有了无？连我们咱也来了完。哦，咱第一个来求道，目标是要乖乖，咱来去做。因为咱来听道理了，知影了，以行来行对啦。要听就简单，要去行较困难。哦，咱讲西方路，伊在是啊，不让咱知影，咱来去行，唔才会到。咱无去行，哎，对啦，所以行也哎，来了嘛，特别救人个话，方便上大个。咱一定呢，爱提出个自尊心，啊，多保护个地方个资源，吼。啊，即嘛，咱来。